好。所以这只叫什么名字啊？对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但是很像忍者的感觉。反正就是256内会开，200转内，这样算很烂呢。这在惊喜那边就有助理了、啊，他都是助理是几转内的。哦，好，开始。冰台有要求，再来录一下我们的怀旧机台四号机，鬼舞者三。等一下看开牌会是怎样的演出。现在已经快要711美了，舒服。这个没数白鬼，没有。有白鬼的话，应该就比较快开吧。这台可以用自动吗？可以啊。啊，你用自动才不会那么累啊。看一下会能不能拍到比较特别的开盘，好像这台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豹纹而已。豹纹做个对打就没了、啊。然后对打就是看重点的话是千鬼啊。千鬼。对啊。看是真千鬼还是假千鬼？很难用到千鬼。对啊。啊那。我转速表，他们要转速表，基本上也不是很熟。没转速啊？对啊，这种没转速表的，就是那个运气成分比较高。都有台友想要看他的影片，好奇怪。很少人会想要看吧，现在都看不到机了、啊。可是都会有那种留言说叫我拍这一台，还是因为他觉得他家的爆的话也会吐很多呢。哦，白鬼白鬼，就是蛮耐看到白鬼的，白鬼这个歌蛮嗨的。白鬼比较常看啊，千鬼很难。对啊，千鬼难，我听过两次。我自己就打过一次假千鬼啊，好像是500转后是假的。我之前的话是164，在本上面注明是真千鬼的话是164转，你那就会接牌。我不知道这个还有假千鬼，还有那时候很爽，我千鬼千鬼出来了，超爽。然后店员就过来说：“你在 gay？” 我哈在 gay？ 我那时候还新手，很久了。5-6年以上了吧？他这样设计也很鸡啦哎！千鬼已经那么难出来了，你还给人家什么假千鬼？哇，那就是分间超闹塞。这边是投币式的，所以比较麻烦。投币式很麻烦，而且卡住了。还会卡住哦，尴尬，真的很尴尬，卡住。那目前要先叫一下店员来排除一下豹纹，应该差不多要开了。豹纹，脱衣豹纹，豹纹没对答。豹纹没对打是正常的吗？算正常，因为他有时候会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这个应该会过吧？卡住。这只很难过嘛，吼。记得这次按摩完死了。刚好遇到了卡币，烂爆纹，每次都会凹。
对。好，继续来看，哎、欸，过了吗？应该不一定。再次豹纹，干要豹纹哦，太猛了，太猛了。豹纹帮个队长没事唱啊。哦，有。豹纹手机没有。一个人我还是有机会。两次豹纹没开，可是他一直在摆鬼，表示等一下就开了吧？有机会啊，因为他一直在豹纹。怎么可能一直在摆鬼？开了打架。三次对打。麦克会直接给他。右边比较好吗？来哦，豹纹手机，哎、欸，开好了，直接开好，豹纹手机吗？没有，不是，我这样直接抓他，对，他已经确定开好了，雕住嘛，对，他直接开好了，啊，所以直接抓机也可以啊，因为他确定了，哦，反正也没什么演出了，对，他是确定开了，确定的、啊，确定，杀爆他。看这只是欧巴还是大只的？您确定大只啊？哦，声音啊！啊，对哦，我忘记哦，那个出来就是大只啊。他没有，他出来只要雕住，而且他声音够大声，那就大。是啊、哦。有吗？是的吗？还是娃娃？假装黑马吓吓你。娃娃也不会自雕啊。好，我来抓抓看。大只的确定。难道不让我？哎、欸，所以我要先抓欧巴吗？我可以抓欧巴看看，因为应该是金，那刚刚是都偏点的。干！真的是欧巴哦，然后那这样你那个了，如果是欧巴就是你的失误了，你还说会大只的，干真的欧巴，但是基本上都大只的比较多啊，而且这样也很奇怪，他那个出来，结果他吃出来只是会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就是会跟你说两百短内会开。但是没有保证大小，可是有一些人物出来好像会保证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会保证大只啊？看得出去还是我是白鬼嘞。哎、欸，反正这一台就是二五六内嘛哦。这台我打过二五六内开六七只啊，但是没什么赢，因为都拖到很后面，都拖到一两百转才在开。烂！啊，打完了、哦。还是谢啊，继续抄，这边还有一盒啊。哇，好爽！继续抄啊，有一盒。太神奇了。哎、欸，小一不服，没有啊，他们铜钟跟西瓜两个啊。哦，那我看错了，我刚才在看你的代币，然后突然哎、欸，怎么西瓜你中铜钟？没有啊，他铜钟西瓜两个，不用。铜钟。都有一台声音很大声。没东西。但之前玩的话都是直接调中间，而且声音很够大声，都一起的。哎呀，因为刚才这样，如果没有开大只的也是很奇怪。而且他声音够大声。
那希尔继续抄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继续抄啊。啊，反正有赢就是分给右中啊。因为他的区间是333内都有机会开。反正看见两只七嘛，换算的话是有的。哎呀，如果三只都七就爽了。两只七，两只八，基本上还有赢。喂，刚才那一只算不错，它算蛮短就开了，应该50转内吧。差不多，应该50转内。刚才那一只，好了，应该没什么好拍了，因为没有确定会连庄。我只，你真的要录的话，只有一个东西想，就是千鬼。前鬼这个超难，超难遇到的，就看他是真前鬼假前鬼。好，那我就先来打我的压人三。好像这里不知道跳什么就会变前鬼，我记得是这样。是有，他在惊奇那边有说明。这牌现在几乎没有人在打了，很少人打了，超久了。在大家都在打新的啊，新的武者在啊，现在爆缓几率高，但是咬的也大大，都有怪怪的声音，到底是哪一台？黄昏。好，那我们鬼武者三四号机就先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欢迎留言经验分享。谢谢大家。